这么突然。我们待会就到外面去拍一点。他们两个在戏里面是演对姐妹花。这边，看右边。好，这边。好，这里，这里。好。再量右边。好，再一次这里，谢谢。好，我们换这里，然后谁不坐？一个坐，一个站。这个椅子。哎。一个作者是谁？一位作者。OK， 好来，哎，好来，好，这边这边都好，这台。好，视线这边，谢谢。谢谢，还是见到了。看到你了，好，杨这边，好，这边这边，好，现在就来了。这里这里，这两个右边。这样可以吗？单拍，单拍是不是？单拍。我们在外面还要拍哦。好。我们终于有椅子坐了，站着。谢谢。好，这边。
以吗 ？OK， 好，可以。谢谢。那我们外面的话是在那个位置，可以啊。这边这样可以赢嘛？哦，没问题。好，好今天就可以大家欢迎看什么提问，什么问题都可以问一下，好不好？啊，所以说拍了一段时间的那些我们好奇的戏都已经拍了吗？你说那一次聊到有一个非常惊人的，对，还没。还没拍，导演在拍的顺序上是想把重要的先往后摆吗？嗯，这要问导演，因为有些场景是我们经纪人。所以那个时间是哪个？还没。刚刚讲现在是没有网络，那是怎样不同的世界啊？为什么是没有网络的？因为这部电影是重视真正的爱情，所以我希望他们，我觉得我们的角色希望他们可以找到一个真正的爱情，不是用图片或者另外一个现在的一个工具。就是让乔治思考我们现在怎么可以找到这样的爱情，为我们。所以那是因为现实中是真的没有网络可以去到达，还是说是虚拟的，还是？实际上是有例子，因为有很多高级餐厅，你一进去他就不希望你用网络，或是像你去国家剧院。看表演，你一进去他就把网络断绝起来，希望你专心的去看表演。那在西门町也是，一进去可能你的手机就不能用，所以他希望在这个地方是你好好的可以去体会人跟人的相处。所以在电影当中就不会出现比如说通讯软体的那种实际上是很简单，你只要一跨出西门町，比如说中华路过去，你就有网络，所以你是很自由的。就是说你想要向往没有网络的时候，你就进去西门町去玩耍。可是你要有网络要去沟通，你就出去就可以自由。所以那个地方还是会到西门町吗？因为这是一个未来，比较未来的一个故事。那。其实我们拍摄在台北的是西门町，可是我们把它广义的叫做 ABC 的西门町。这是在西门町拍的吗？那就是在拍的时候，你们就是要在上接上这个戏，那个剧情是这样吗？应该说我们的剧情是我们踏入到这个地方。好像不能讲剧情哈，对啊，我就觉得我突然讲了，就是真的讲的大概是我们到这个地方，我们也不知道原来这是一个没网络的地方，自己还是讲到了剧情啊，对不起。有点难，那你家里的爱情啊？那雪芙本身是会就是向往那种没有网络的世界，非常向往。因为之前。会常会觉得说网络上很多关于事情好的坏的东西，你自己会很在意那些东西。我觉得我比较喜欢的像跟家人朋友的相处，是因为有时候跟家人朋友相处，他们都会一直在看手机，然后我会觉得说我们大家就是很难得可能百年吃一顿饭，那你在看手机，你的就 focus 都在手机上面，就没有办法感受到你身旁的人跟你吃饭的那个温度，还有就是聊天或是什么的。我就会跟他们讲说。是随便拿起手机，谁就要请客之类的。听起来你是不喜欢用手机的人，我能不用就尽量。因为反而是因为现在大家都习惯用手机，好像是反正是你劝大家不要去用手机。可是相对的，就是我会变成三 C 白痴，就是很多东西我都不会用。然后可能像可以直接线上付款，像我妹就问我说：“你为什么直接用手机付款就好做？”不会啊，就是我只会去提款机领钱出来，然后给他。我说你为什么不直接用手机汇就好？我就来，现在或者这样。那你三七白痴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啊？除了不会付款之外，就是有一个软体，就是可以直接像我很喜欢在线上购物那个是什么？反正就是一个购物网站，然后它可以直接用另外一个软体。直接付钱，然后那一天我才发现，原来这是这么方便的事情。对，因为人通常在内地的话，我比较习惯用手机，可是，在台湾的话，我没有，我不会用这个
软体购物，或是直接付款。所以我就突然发现。那你在西门町这么热闹的地方拍摄，不会多路人来打扰你？到现在还好，还好，因为我们都是在一个比较神秘的，不太会有其他的西门町神秘的地方你要进去。你是在神秘的时间点吗？应该是从早到晚。啊、真的、哦？从早到晚。但都没有任何路人过来。这就是神秘的地方，为什么会没有路人呢？所以那个地方，那个西门町是不能，那不是任何人都能去进去的，是不是？没有，刚好那个地方是比较特别的地方。我现在你是说是戏里面还是说是那个戏里面戏里面那个啊？戏里面就是一个很像一个女儿国的地方，女儿国只能女生进去是吧？是不是？在电影塑造出来会是像里面都是女生的人扮演的，对，所有的是有男有女。那刚刚讲神秘地方是，我们之前拍了一个在狮子林顶楼的一个场景，因为狮子顶楼是一般人不能上去。不是很多杂草很乱。对，可是我们花了很大功夫把它塑造成一个有趣的地方，然后那边非常邪门。因为如果你们去看报道，就是那是台北很邪门的地方，因为之前有，所以我们那天拍就不是很顺利，灯光就烧热啊什么什么，我们就一直努力在跟对方在沟通。所以你们拍对方，这是有碰到怪事，对不对？我是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刚听他一讲才觉得很恐怖。所以导演是发生什么？我们只知道就是在等，除了灯光烧了之外，就是很多人给我们一些意见，让我们去顺着这些东西去改变脚本、改变拍摄，像雪芙跟男主角的一场戏。原本我们设定的一些东西，可是因为现场的状况，我们改了一个东西，反而让那场戏变得更有趣、更好。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冥冥之中有人安排，是这个意思吗？这部片我觉得都有点这样，包括像我们跟两位女演员的合作也是，譬如说雪芙，我们跟他碰面，然后聊到这剧本。原本他是有一个大陆的电影在拍，在台湾的档期。后来他看了剧本之后，就觉得单想演。你怎么把这个讲出来了？真的吗？没有，意思就是我很喜欢这个角色，所以我觉得对，大概是这样的意思。因为我感觉到是因为冥冥之中那个片就顶累了或什么就啊对对对对那下午也是我们看到他的一个短片就觉得他很棒，然后就聊，然后就觉得他真的很好，然后结果那个短片就让他拿了一个最佳女主角。对，你刚拿吗？刚拿。对，我没有，还没拿。我有那个编制说，我得到那个奖，还没寄给你。哦，奖还没有拿到你手里。嗯。但已经得了。对，最佳女主角。是洛杉矶是吗？嗯，全名是。洛杉矶 Film Festival。Los Angeles Film Awards。但是然后那个翻译的时候不知道。那两个人演堂姐妹，所以他的重点不啊，两个堂姐妹需要是。就是培养一下感情之类的吗？培养一下感情之类的吗？因为其实我们在排练的时候都有培养到很浓厚的感情。对。怎么说？这要怎么说？举例讲。就是我们可能是我没有经历过的，就是我们两个互动是我自己本人没有经历过，跟女生经历过的，所以就是会有一点害羞。但是，做了什么？我们是演一对钢琴妹的，所以我们要表现出来很好的很熟的感情。但是一开始我不知道你怎么样，就是一开始因为我不认识他，
所以但是我怕有点尴尬，因为我们的角色两个角色很熟，但是现在都可以，你随时可以打我的屁股都可以。之类的。所以剧情设定上，你也是从外国回来的。对，我们两个角色是从法国回来的。对，但他主要是他长期在那边居住，那我只是短时间去找他，然后顺便在那边学个东西。所以大家在那个不是透露，但是他讲法文，对，剧情这样子透露了。因为他是从法国回来的，有道理。啊，有道理，有道理。所以在里面讲法文，好难啊。有一段我自己就是狂跟他学那个发音，真的不用他学，但是他有一个小口音很可爱，小口音。所以你们都要讲法文在片中？没有到这么多，但是可能生活用语可能会有突然冒出两句，大概是这样子。是那种讲话的时候会不自觉带有大的声音？就那天晚上叫什么？我忘记是什么句了，反正我叫他就是走开啊。但是我没有，可能通常会哎、欸，对，台湾是在哎、欸，对，也不是屁，就会用这种气音去叫他。那可爱的口音有办法用警示吗？或者是现场示范一下？可爱的口音，他会的口音很可爱，霸王的。我接受，我接受。他说示范一下。要示范。你们两三可以看见发我说话。我们走开。示范走，对，我就是 let's not let's not。对，我觉得我听得懂，所以。就他听得懂，我就 OK 了。let's not let's not。所以真的哦，那天我们还就是在聊天的过程中，因为他也不讲英文，我就说那英文的区别在哪里？他就告诉我，就是法国人讲。英文的时候会有种可爱的感觉，你讲，大家都觉得他们讲英文的时候是很可爱，我不觉得。但是比如我说I'm a French actress， 如果我用那个很法文的口音，我就会说 I am a French actress。哦，那个完全没有语调，就是因为法文就是很完全没有语调，就是为什么？对不起，语调是什么？语调。哦，语调。语调。他很可爱，是刚刚在排练的时候，我就觉得他好可爱。我之前都没学过，完全没学过法文。我记得我有去去巴黎的时候，我有偷恶补一下，可能我想要吃的东西的法文怎么念，但忘了。所以这次算真的是比较多一点。比较多，可能类似。走开啊，干嘛？但是还蛮常会用的句子。因为人家说徐宇的，他会先去干话。不会叫你，现在先不要好了。有去听到这些？我还没跟他学脏话。对。夏龙，你的角色好像是想要找一个男生，然后干脆结婚生子什么，全部一次完成。我可以说吗？我可以说。说，没关系。对，那个角色很直接，很开放，就是他想要一件事，他就会完成这件事。然后，对，在他们的个性，这两个角色的个性在这部电影里面不太一样。就是我觉得罗琳比较浪漫，那个你可以说雷雷也很浪漫，但是。很快，对，他很快，浪漫但很快。所以你在里面有比较大尺度的表演吗？比如说要勾引男生啊，什么之类的。我不知道。我跟你说，我跟你说吗？对，我可以这样说，可以这样。嗯。我追求一个男生，比较主动。对，比较主动。是非常非常的主动。非常你怕他都扑上去吗？哇！这种，你看这部电影，你告诉我。那像配对的男生是哪一位？是一个
高富帅，嗯，很帅的，很帅，也是，但也是女生，也是女生扮演的，是现在还没有曝光的人吗？还没曝光，不过可以，应该可以讲，因为是陆明君哦，就高帅。所以你们去发罗盘就可以看见他现在是一个男生的样子，很难想象吗？是帅。所以像也会跟陆文君有一些就是吻戏或床戏之类的，已经有演了。有些什么样比较亲密的对手戏？有亲吻。好可爱。真的想起好像吗？是很霸式的还是？是很，我不知道是不是霸式，但是是很 sorry 很主动。然后我不知道，我不能说我代表所有的法国人的方式。你看这部电影，你不要说哦，所有的法国人就是这样。No， 我真不要这样说。那所以有尝试吗？有，但是还没拍，还是已经拍过了。床戏有一场，我真不知道怎么回答，因为我不知道可以怎么回答。导演有床戏了吧？可以给导演回答。不是床戏的床戏，因为不在床上。对，可以这样。其实不是他们做那件事在别的地方。在想很多有趣的地方，很浪漫的地方，浪漫的草地。那是狮子林顶楼吗？难怪要去狮子林顶楼。狮子林顶楼他没有参与演出，这样不可能。我的角色想笑，大家都会想笑。嗯，我们完全没有破梗之路。所以跟陆明君常常做那样的事，就很亲密的事，在里面。我们饰演一对情侣。所以一开始你就是追到他，就追到他，就是你倒追他，就追到他。啊，我追到他，我追从他。一开始他不接受我。你跟踪他吧。对。但是我告诉你的角色，总是完成他要的事。哦。就是反过来。所以一开始你就倒追到他，然后就开始跟他一直保持亲密的关系，这样。一开始我花很多时间跟我的同姐妹，就不见了。然后我遇到那个那个男生，我觉得好帅，哎，有可能他适合我的味道，然后胃口了，胃口，然后对，然后有一些对亲吻的场景，一点点。之前有先练习过，跟着你。之前你说都是即兴表演，都是即兴，对不对？那真正的你对感情是这样追求。你可以再说一次。就是你自己本身对感情是这样的看待的。平常我觉得跟我的角色的个性，跟你个性，跟你自己的个性完全不同。他非常外向，我真的很内向。然后他很在乎外表，我太在乎。我觉得不管外表如何，我觉得最重要是个性，那个对方的个性。但是我的角色。他说帅不帅？每次他看一个男生，他说嗯，帅不帅？